大家好，我是江江，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个向往温泉的设计图。那第三张这个位置呢，它在绿门的这个方向，然后它这里有三个洞穴要找，因为它是随机的。那它有一个是在那个就是我们一开始拿银色的那个竖琴那边的冰的堆，然后它旁边有个洞穴，它有两个门的，然后它那边我刚看过没有，我现在找这个甘蔗田，我记得这边有个洞穴，要找一下，应该蛮隐秘的，会不会藏在这里？哎呦，还真的给我晒到哎！来看看有没有那个宝箱，哇，好多好多矿物啊、哦！等一下来炸一下，哎，居然没有看到，哎呦，哎呀，找到了耶！噔噔，秘密设计图，向往的秘密温泉。来，我来炸一下这个充满的宝箱呢，对吧？那个宝石的地方，来试试看我的新武器。耶！瞬间打爆他。虽然说不是很精准的打到他，但至少那是范围性的。然后调整一下位置，换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之后再用一次，然后再一起去把它拿起来。然后之后不要的话呢，就到那个物品栏位去把它删除就可以了。OK。我的分享到这边，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欢迎订阅，谢谢。